这种心情，当然这个戏真的不好演呐、是的，杨菊华也是非常细腻的传播出一个心中复杂有忧郁症的一个妈妈。然后呢，到底在最后女儿可不可以挽回妈妈的生命？要看完之后才知道。不要忘了10月3日晚间，卫视中文台以及卫视电影台隆重首播 ，Do not miss it。好，谢谢各位，待会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一一的细腻的拍的更细腻的照片。All right， 好，谢谢，谢谢。当然，这部影集的代表歌曲呢，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应该是他们说华人音乐坛那个，就是传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嘛，这么有史以来这么传率那么高的一首歌曲的。OK， 又见面了。好，那么杨丽华这次在剧中饰演一个患有忧郁的妈妈，是是的。那么，请问你，忧郁症怎么演？你会做什么准备？其实忧郁症的妈妈对我来讲，反而妈妈这个角色对我来讲是比较难一点，因为毕竟还没有当妈妈。那因为忧郁症，其实我觉得是现在你上网去找或者是去做田野调查，其实都蛮容易的。但妈妈这个部分真的是要亲身经历过，所以其实像我很久以前就开始有演妈妈，然后各个 size 的小孩都有过。吓我一跳，说曾经当过妈妈，吓我一跳。所以经验丰富啊，演戏经验丰富。我还有大到就是跟他差，就是更大的年纪当我儿子或者是什么的都有啦，所以其实我已经很习惯了。他是最大的吗？目前为止？对，他是最大的。蔡凡熙也是，我是老大。对，我各个赛季都有过，而且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所以但这个部分其实妈妈就像以前在演妈妈的时候比较不会感受得到，但是现在演妈妈的时候可以慢慢的抓到，是因为我也会去回溯到我跟我妈妈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因为我觉得跟父母亲的关系本来就是比较微妙一点，就是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很清楚。那尤其母女的关系又更特别，因为我跟我妈妈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相处啊。即使我们从小就是开始认识，但是我觉得真正要相处到很和平什么的，我觉得都需要一些时间的磨合。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在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冲突的戏，然后那个冲突戏其实我印象蛮深刻，就是在房子里面，然后就是看到他跟男生的一些对话。那其实对父母来讲是会担心的，觉得他好像现在不太适合，其实就会回想到自己小的时候。Too early， 对，太早了。对对对对，但都是好意，其实那小朋友也没有恶意了。OK， 好，所以这个妈妈有时候不好演，但是演这个叛逆女儿应该蛮好演的吧？那么你平时叛逆还是花了很多功夫下呢？我是一个内心很想叛逆，但是叛逆不起来的，所以把所有的叛逆都放在这部戏。哎，好了，那么你怎么叛逆法呢？就是你就做了什么一个准备来，怎么样一次把爆发在杨锦华身上？其实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很，一定很多人会有共鸣，就是母女之间有一个，就像里面说的，就是小时候绝对会说我不要跟我妈妈一样，或是我不要什么什么什么的，但长大一定都会有一些相似跟雷同的，你可以理解了，当你长大就可以理解跟懂得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像那一场他说的那场戏，其实他就是看了我手机，这种是小时候一定都会有被妈妈看手机说不要跟男生成。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啊。哦，对不起。但是也没有啊，情书啊什么的。对，然后其实那一场戏其实还，因为我觉得当初最让我最难接受也是我要看着锦华叫妈这件事情。但是真的很神奇，在我们拍那场戏的时候，我们前面也没有，几乎没有什么要对什么，就是到那个现场，我们转换到穿上那个戏服，两个人就是那个状态，所有的叛逆跟我对他的不谅解
他又很需要我，有一点情绪勒索，彼此情绪勒索的那个状态，其实自然而然就演的就演了、啊、OK 啊，不错嘛，打从骨子里边演出来的。对对对、okay 啊、因为有些自己也是女儿了，就因为他有跟我讲说，一起我看到你好像叫不出妈，我真的叫不出妈。我说我从那天开，从开拍开始，我就不擦保养品。但有用吗？之前狂擦有没有？没有，他还要特别，还是要有一些装扮了。对啊，还是有，对。可是因为我们是演平行时空的，所以我觉得还好。对，啊、所以一装扮一上去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叫他妈。我今天早上在法廊看到他，我也是妈妈。对，一来先来个妈。其实刚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对啊，其实这三部影集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导演怎么写这些东西，就是完全讲。人格分裂时空，然后很多都是那种第四五第五空间或什么东西，那些比较英文叫做 out there you know 远处的一些东西，所以又是人格分裂又是多重性格。你看你也不缺，你也那个离不开这个叫什么，这个因素吧，元素吧。对对对，你看你对宋云画，对薇娜，又是朋友又是同事又是姐妹兄弟暗恋，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姐妹比较多一点。确定？也不知道后来会怎样，默不知道会选择出柜还不出柜的。你说角色吗？角色上面，所以里面到底是你要揣摩一个什么样一个，就不要把这个结局讲出来了。但到底是你在里面是要演他的好朋友呢，还是你是怎么样去演你这个错综复杂的角色？应该这么说了，你怎么分辨？天天算是一个守护者吧，守护维纳的陪伴的这个角色，你有做区分吗？这样子就算时空改变，那我觉得他的本质上对维纳的感情，我觉得比较是一致的。但可能因为造型上一直在乱换，换来换去，但因为那个时空的关系会造成很多因素的影响。嗯，但我觉得天天的角色就是喜欢跟维纳在一起、嗯，因为这个故事有很多的选择。对于维纳而言，就是每一个时空你选择。你可不可以改变，跟你真的改变得了吗，跟再一次你真的有机会回到那个时间点，你会不会做一样的选择。所以天天就是每一刻都在维纳旁边陪着他。其实好像这三部都是讲说，如果有机会，对对对，可以改变之前做了一些某某某某的事情，你会做哪一些选择，保持现状改变还是把它忘记掉，对吧？刚刚记忆银行也是类似，像是要不忘记，但是这个也是跟这个有关。因为讲这个超级月亮，听到已故世的妈妈打电话来，到底这个超级月亮能不能影响到下一次你怎么能够听到这个电话，听到的话你会做些什么选择，但也不把这个结局告诉各位了，对不对？那么对，但你不是也是演那个？对啊，你我现在一直看着你，我就觉得啊，没有机会。你说那个头发长白，没机会一直看到你的样子。对，就是都没有。快，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赵鑫呢？是没有的角色，我是对不起，可以等一下，不算讲脏话吧？哎，我演个王八蛋是吧？哦，应该可以这样讲吗？可以。那以这个母女的角色，我演个王八蛋，应该不为过吧？这不是角色，但真的是这样子吧？对吧？千真万确是王八蛋。因为很快的，来，先赶快解释一下，大概什么样子？很快的。我解释吗？很快的 ，OK 的，OK，对啊，为什么我是那个姓王的？对，因为那个我戏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戏，因为他这个角色，哇塞，我怎么会口技？这个角色骂我人，就突然把球转到我这边来，大概了。我这个角色其实，在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相信爱情，就是因为太相信爱情，才会相信到一个王八蛋，然后他。在那时候，因为我发生了一个命案嘛，然后那个命案是不小心，好像是他造成的，然后可是我一直以为是我，所以我这个东西摆在心里面很久，然后我本来想要跟他离开私奔的，但是他不愿意，然后后来我之后要离开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不要全部讲出来，我的故事前面很长的，对 ，OK， 所以那前面后来就遇到了一个。在相信了一个另外一个男的，但是那个男生你们刚好看到就是对我实行家暴的一个男生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会遇到这个男生家暴，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谢谢。因为如果你当初留下来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子了。啊，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各位要看了才知道。10月3日今晚公见，到时候跟各位见。OK， 好的，感谢。那么好。
不要忘了从这个九月十九号开始，我们那个最后一站开始，然后回圈，然后明晚空中见。10月3号，也刚刚说生日过一天的那个时候，来观赏这三部非常精彩的三部影集。到底这三部影集会有什么样的串联？除了歌之外，各位看清楚，它的时空、它的人物都有关联，不看不知道，了解了更吓一跳。OK， 所以各位好好的看清楚了。OK， 千万不要错过。你看中间，来中间视线低一点。我们视线从慢慢的从右边，来前方低一点。好，觐见往左。来中间，然后请你哈，可以再换一个美丽的 pose 给美丽，美丽美丽都美丽。好，左下。好，左边的媒体。好，来中间第一排。好，中间中间再补一下。来，来中间。中间第一排这边。OK 吗？好，来左下再补几张。来这边。来中间。好，左边，视线左边，来慢慢滑到右手边。来中间，中间这边。好 ，OK 了吗？好的。